我真的笑崩溃了，我都替他们尴尬。王源、易烊千玺六一儿童节的采访，被记者 Q 到能不能唱几句小精灵，这里都是对大家展示一段呢，大家都特别的希望不能是太快太快好了，都是因为你，谢谢。被问到喜欢的动画片，你们小时候喜欢看什么动画片，喜欢什么卡通人物？我小时候都是看国产动画片，我觉得国产中国就是最好的。圆的眼神渐渐的像是要入党，那你来。那你拉他们啊，拉他们，救命，我都替千玺尴尬。其实我算比较糙的一个人。被问到喜欢的儿童故事，最喜欢很多很喜欢的，然后丑小鸭。你觉得自己算丑小鸭吗？你小时候长得好看吗？我小时候长得好看呀。被问到喜欢的儿歌，唱几句。你呢？你呢？你最喜欢的那个儿歌，或者这种歌曲，你来唱。我们元哥，你没有按照提纲问，我很尴尬呀。被问到想回到几岁，千玺。回到几岁？我妈肚子里吧，看一看，什么样？好吧，那个什么的。最后向大家问好。大家好，嗨。